又搞到一个，有被人看到？没有没有，赶紧联系龙哥，弄个车给拉过去。嗯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哎哎，你看那个车挡不住了吗？嗯，走。哎哎，大哥，哎大哥，啊，我们孩子生病了，能不能送我们去医院一趟啊？孩子生病了啊，你们快上车，我带你去啊。哎，走吧。好，谢谢大哥。没事，我走。哎，兄弟，你们去哪个医院啊？别急，打电话先。喂，龙哥，哎，又搞到一个，之前说好的10万块钱，一分都不能少啊。哎，好好，我们啊，下午给您送过去。师傅，送我们去金沙吧。哎，你稍等一下啊，咱马上就走。哎，大哥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的，这款油污剂了解一下。这个怎么用啊？咱们这款重油污清洁剂啊，它是淡淡的柠檬香味儿，喷完浸泡几分钟啊，轻轻一吹就可以了。它能够分解油渍、污渍，特别是重油污，去渍去污。平时用来打扫油烟机、灶台、烤箱、洗碗机啊，还不伤材质，洗完的地方都是淡淡的香味儿。这么好用，一定很贵吧？不贵的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小黄车就能买了，一瓶只要9.9元，而且现在做活动啊，买两瓶送一瓶，再送一个钢丝刷，还包邮到家呢。师傅啊，这些啊都送给你了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车打不着火了，要不你们谁帮我推一下呗？什么破车啊，还熄火！兄弟，下去帮他推一下。我得拐拐的，真麻烦。哼。快快！大哥，推不动啊！哎，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车毛病有点多，你再用点劲推。我实在推不动。哎，美女，咱们要是真赶时间，您下去帮忙推一下呗。哎呀，真麻烦。小平儿，哥在这老实待着啊。一、二、